新年歌曲大声唱，递上祝福，热情拥抱，击打慈济幼儿园走出校园到进思堂向长辈们拜早年，孩子们带来了新年气氛，进思堂处处都是欢笑声。我今天跟师父师父拜年，刚才有跳舞龙舞狮给师父师父看，师父师父送我们苹果，因为苹果是平平安安。来到喜讯中心，小朋友舞狮舞龙迎新年，提着年柑篮子向圣友和护理人员送上新年祝福。他们非常期待可以来到这边，是他们的在制作舞龙方面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完成，然后他们都会想说想要表演给大家看，他们可以跟大家一起去拜年啊，然后他们可以跟大家多互动。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乖乖啊。走过疫情阴霾，孩子们带着真挚的祝福，祈愿玉兔呈祥，人人引新气象。带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